都是第六五之三。孔子曰：“彼由方之外者也，而某由方之内者也，外内不相及，而某使如罔钓之，某则陋矣。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由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身为负坠悬游，以死为绝患溃忧。夫若然者，又吾知死生先后之所在。”